南部海域今天凌晨到中午之前已经连七震了，气象局有最新说明。破碎带它会累积能量并且释放造成地震，所以是这样的一个原因所引起的。那就后续的这个余震活动来说，我们预估不排除未来一周里面还会有规模4以上的这个余震发生。那气象局会持续监控这个地区的地震活动，如果最新消息会立刻向大众来公布。谢谢。哎，主要还是在兰屿这一带的，嘿，因为看起来其实过去这个地区偶尔也会有地震活动，嘿，对，大概都是在今天地震发生的这个，就是兰屿这个岛屿的为中心，大概周边20-30公里这样的范围，过去历史上也发生过不少的地震。但是像今天这样子到其实2:09起的话，是不是比较罕见一点次数？哎，对，这是过去比较少见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我们会持续严密监控这个地区的地震活动。先前有类似规模的地震发生过吗？哎，有啊，在这个地区过去历史上20-30年记录来看，其实都有规模5甚至有6的地震发生都有。嘿，就是欧亚大陆板块像东引沃的话，会不会牵连到台湾本岛一些，比方说断层或是板块的移动？基本上在台湾地区其实各地方的地震活动的形态不太相同，那这个地方刚好是介在其实是欧亚大陆板块向东引没到菲律宾板块的时候引起了一个造成一个火山岛弧，它其实是从吕宋一直往北延伸经过兰屿绿岛，那在这个系统来看的话，有这样子一个浅部的破碎带持续的蓄积能量释放造成地震是一个比较常见的一个形态，只是说相较于花东来看，这个地区的地震活动次数就不会那么多。嘿，